被称为塔斯马尼亚恶魔的代欢。这种特别的有带肉食性动物，约3000年前于澳洲大陆上绝种，恐怕是因为澳洲土生野犬而彻底消失。最近两只只有14个月大的塔斯马尼亚恶魔来到雪梨野生动物园 Wildlife Sydney Zoo。 目前动物园的塔斯马尼亚恶魔代欢第一次经历雪，表示寒假即将开始。动物园管理员说，两只代欢一开始很谨慎，但看到他们的自然本能表现出来真的很有趣，因为他们在雪地里找到食物。动物园不只增加代欢的可使用空间，还替游客创造了一个新的圆顶型观察孔，让游客尽可能接近动物。代欢是现存世界上最大的肉食有袋动物。1990年代，一种传染性面部肿瘤疾病影响了代欢的数量，导致这种动物骤减，并被归类为濒危动物。以前塔斯马尼亚岛上也有15万只代欢，估计目前野外只剩下不到25000只